由以下优秀品牌赞助播出。鱼拓钓具，我这有一批钓竿，好便宜的。公主168观光娱乐海钓船，我才不是因为阿梅公主才上船的呢，哼。淡水一口酥，据说淡水的乌鱼都是吃一口酥长大的。Hello， 我是非常雀跃的查密。我是龙爷，我是很兴奋的李子。对，今天是我们小高高，但是主题非常不一样，因为今天619是我们钓鱼霸的一周年。我们这乘坐的是 CD3 公主168。168。所以我们有观光、娱乐、休闲，这些都是包括在里面。我们还有888，还有168跟888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是阿美。阿美后面要加两个字，公主。对，来看一下我们这边。哇，不一样。看的时候还有很多精彩活动，那就让我们 Let's go。谢谢大家今天哦，真的很友情，然后也意气相挺的，然后来参与这次我们的钓鱼霸一周年，然后也特别谢谢感谢达哥，还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鱼拓，还有我们今天拿到小礼品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公主号168阿梅公主。那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问我们。我们这边的话是钓鱼霸，我是查米，然后龙野还有李子。那今天的话，特别我们还有邀请到另一个 YouTuber， 一个是我们的 Omega， Omega， 大家要看一下后面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跨越钓虾又钓鱼，我美丽的一枝花，一枝花，好安静，我们挥挥手，挥挥手跟大家，然后呢，跟各位粉丝说说，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的达哥哈。他这边也是很意气相挺，听我们这些小朋友。来，达哥你要去哪？达哥的话呢，他这边呢也是学习的林化伟真的很棒。他这边不只有露营、钓鱼，还有露营跟钓鱼，这么专精。所以呢，大家的话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朋友务必在钓鱼的过程中拿起你们的手机，然后搜寻一下我们这几个 YT 这样子。然后不要吝啬的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然后这边开始，这边有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只要钓到了鱼，就只要举手一下，我们就会过去，然后呢讲出通关密语“钓鱼霸”。OK， 你各位还认真点钓，精美的小礼物了，真的，对，他们好抽动吗？OK， 大家超级认真钓鱼了，大家。就这样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去一个找一位啤酒大师。啤酒大师，酒类大师。我看着真的想开一瓶来喝。就在那边。对，晚一点，好不好？晚一点。刘博，听说也是中兴嘛？对，中兴化学系。化学系，那我们的算是离子的大学长。对，大学对。今天呢，我觉得也是信心在握，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。Ben，团队默契，天涯，然后鱼皮沟，那就是谁中什么就赶快换的，要学起来。钓鱼霸老师，我们要学一下，这是自己乱想的，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成。第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的五为青年三人组，有人帮我起个钉，钓鱼霸，对 ，OK， 霸起来，对。还有我们这边都是达哥的朋友，对，达哥萤火部落，继续跟他耗下去，对不对？晚上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。五年级第一次船钓吗？第一次船钓吗？对啊。第一次上船哦，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。看到小高高，五年级就也开始钓了。我们期待下次有个五岁的小朋友来钓小高高。好，那今天开心，我们还有，这是我们特别来宾之一。人生说禽兽不如的 Omega 啊，没有。人生说海王子 Omega， 水沟啊，水沟。水沟王，对，他
那时候在我还没有看那个，就是进到这一行的时候，然后看影片就有看到他的。那时候我看他就是会掉呆啊，然后掉一些就是让我觉得说，有点那种我不是很敢碰的东西，譬如说呆，然后他就整个就是拿起来，然后弄得全身很干净这样子。真的很干净，对。那今天很开心 ，Mega， 然后能跟我们总参与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？就是你们现在创一年了嘛，代表你们碰撞期过了，磨合期也过了，然后现在就是奋斗期。那奋斗期迎来就是甜蜜期，所以祝你们倒吃甘蔗，渐入佳境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玉树临风。眼泪。啊！那Mega，真的，还是很谢谢Mega。大家有空再出来玩啊，很开心。到时候可能就会请Mega，然后更多的积极跟我们一起有密切的合作。没问题。听说下一个企划还蛮恐怖的，还蛮恐怖的。我要当最恐怖的。刚才那个真是千网的雷网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一下吧。那还有我们第二位，这边的第二位，我们的邀请是邀请我们的就是彩珍。那彩珍跟我们的相似其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下，那他有教我们钓虾，然后呢真的很有趣，那他真的是有实力的，对于就是我自己看过来，你刚刚穿情侣衣，哎呦，晕船，我晕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会晕船，对。那这边从彩珍就是会有没有什么想说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晚辈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互相勉励的话。晚辈啊，我是前辈啊，因为我是长辈，叫长辈。前辈。没有啊，就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努力，可以一起努力加油，然后在创作这一块。然后因为我们比较特别，我们是比较针对钓鱼这部分。然后钓鱼的话，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爱护我们的环境，对，不要破坏它。就像你们的贴纸上面写的，还有 Omega 都是很有意义的传达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护我们的钓的资源，然后甚至我们做钓的环境，不要乱丢垃圾啊，这样子。那根据刚刚 Omega 有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彩珍 ，OK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爆告不爆？爆下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mega 说他想要再传给他，OK， 传过去，一个一个传下去。整船都有。对。烤肉啦。然后这边我们要再介绍一个，就是今天。真的是长辈，真的是长辈，你看有达哥就是很热心，然后也帮忙就是教钓友这样子，好这样子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时候抖就轻轻的，甚至微微抖就好了，看人都感动，耶，好，再来我们第三位，耶，跨越，又是讲一次，不管是露营还是钓鱼。把两个完整整的100%的至120%的 match 结合的唯一个人，耶 ，Come on， 谢谢，这次也是达哥真的很热情的一直帮助我。那在办这个活动，我们算是新手，那达哥就是一直用，就是用过来的经验，然后告诉我说怎么做会做到尽量比较好一点。这是我荣幸，因为很多我的活粉都想跟我去露营或钓鱼，但我一个人。这活动我办不来，所以我都是借由钓鱼霸给我一点小小的钓位。看我这边很多都是钓鱼啊、独木舟的朋友，他们都一起来尝试跟海钓，因为小高非常适合他们玩玩看，真的很棒。那达哥有没有想什么，就是一周年，然后想要对我们说的话？我要说钓鱼霸，其实你们跟我钓鱼开始的时间差不多，我也差不多钓一年左右而已。但讲真的，我刚开始钓鱼霸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菜哦，跟我一样菜。我们心有戚戚焉，像同梯。那现在呢？钓鱼霸一年，他们天天钓，真的不一样。像这次可以要看钓鱼霸，他们去钓飞扁的，叫什么？要看着他们去学钓鱼的，所以钓鱼霸也长大了。其实人家就算不厉害，人家也可以变得很厉害。所以钓鱼霸可以的。这句话真的很让我们感动，再次谢谢达哥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龙爷加油，林子加油。谢谢。然后我刚刚因为身上有抱过彩珍，对，我一定要抱一下达哥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害那个因果部落被删除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刚刚我还有先抱过 Omega， Omega， 那我就坐到 Omega 一脚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。因果部落新王，你想害我对不对？还是谢谢达哥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我们钓鱼界的星星，星星算是很有潜力。
我非常看好它，因为本身就是已经会钓鱼了嘛。没有，我本身不会。真假？可是我看你都有钓到很多哎、欸。没有，都是你教我的。这个不得了，这不得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跟他偷学好几招。然后我是海丽爸爸，就是平常会分享我的钓鱼的生活，以及我跟我女朋友，她是董仔，最喜欢董仔。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频道，叫做不啰嗦看董仔，欢迎大家追踪。那请问下有什么话想借由我们钓鱼爸告诉董仔的吗？我希望董仔有一天可以跟我出来一起钓鱼。董仔，就我很支持你们，真的，因为你们都，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教育大家对环境、对鱼的爱护，然后你们都有去上课，我都有看，超棒的，我没有看过有 YouTube 会为了钓鱼去上课的。哦，你这么有耐心啊，对，我都有看。哇，阿梅小天使，丹丹开始送食物了。我是绕境的，绕境的公主。好，我是来专门来绕境的公主。那我要拿，要吃什么自己拿。谢谢，我要拿。对，你还没拿哈。对，我还没拿。好，让你先拿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损失的福利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第二个。好。船上小蜜蜂。就是我。首先开火，有为，有我们有为。太了吧！送你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啊！那蜜是什么？加一把。大声点！加一把。OK， 可以。直接烤了，可以。这只也太厉害了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到底在干嘛？别闹别闹。然后大哥中了，中了。要中什么？白带吗？白带白带白带。童话谜语。来。钓鱼。爸，可以。哎，这个在看我名片，太开心，感谢大哥。那这个我们的小黎，从新手开始钓嘛。对。真的很辛苦，船完全新手，就这样子。有为的章鱼加上你的白带，来吃香肠。我们回来吃香肠。还有没有？梨子。啊！哦，好，好烫。OK 啊，哎。哦，不能碰它，好呼呼，呼呼。十二。哦，飞翔。OK。我们必须要英文，你要讲英文。我们来看一下 Mega， Mega 中了什么东西？中了什么东西？好快！好，准备定哦。哎，先说，先说。哦 ，Mega 通关密语，一个霸起来。OK， 你好像有点忙。到，不要走了，先帮我带哦，现场带哦。现场加冕。完美，帮他套一下，我把不把纸板拿掉、啊欸。其实我发现 Omega， 好像大家习惯看他那个戴那个帽子。不啊，我觉得都很帅。不是，是吧？是吧？谁撞人了？谁撞人了 ？Bang bang bang！ 对，铁板中的，铁板中的。厉害，青鱼哎，钓鱼吧，好啊，这可以吗？通关密语什么？啊，钓鱼吧。可以，完美。那就是来感谢我们的 Ben 哥 ，Ben， 好不好？哇，这样今天这样送，太大手笔了吧？对，等一下下半场再送。HR 的帽子哎。然后这个是锦鱼灯，是，我以为是小白兔嘞，刚好送他可以。锦鱼灯，那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青鱼，金，哎，朱家鱼啊。朱家鱼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对啊，铁板钓到的。铁板钓到，我以为是沙比基。我也以为是沙比基。那是他们现在，虽然他们现在两个都换铁板了，换铁板。对，看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，好，彩针，哇，标哇，这是大的，通关密语，这是大的，通关密语，钓鱼爸 ，OK， 感谢彩针的积极参与，真的，然后我要怎么把它放下？彩针，彩彩针，你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你跟人家钓的不太一样哦。对啊，我用白龙玩，厉害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还没看过白龙玩中白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你还没看过？对啊，那你上一课了，要谢谢教老师。对啊，我要觉得他像什么东西。好的，礼物。虽然，谢谢。OK。开心，还有礼物。嗯，这什么？这个叫做GU灯。对，所以等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GU灯勾在包子上面，然后直接下去，它就会GU。那开玩笑的，蓝总越来越认真了。认真，我竟然跟你认真，可恶！
OK， 再来。我们白龙钓了白龙，白龙钓白龙，红花蜜，六十八，哇！再一次，六十八，可以，一模一样，是的，是白龙，是啊。啊，吃火香肠，先休息 ，OK， 先休息。还中鱼了，好，是哪一边的？笨笨笨主哦，我们的通关密语是钓鱼霸呀，摸唔丢。我们的常进人，常进人 ，OK。那通关密语，钓鱼霸，可以，对，帅哦。好，来到我们最惊喜的时刻，好，讲出通关密语，钓鱼霸，霸，霸起来。对，那今天的话很特别，你是这边，我也有带。我以为爱的小狗一定要带女朋友，所以就是给你，所以你要去生一个出来，那就给你跟你的。好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谢谢。不会。传说通关密语，钓鱼霸霸。OK， 感谢，希望你再接再厉。哦，第一位，第一位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出，可以，有蛋的。题目是钓鱼霸的成员分别是。龙爷、美蜜跟梨子，谁是龙爷？谁是梨子？谁是龙爷？龙爷为什么？龙爷可以。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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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梨子。告别，我第一次参加，哎，罗曼。啊，这就是啊，二选一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二选一了，对不对？梨子是哪一位？哇！长米来，北米来，北米弟，哇！可以，送。Okay, 谢谢。那今天呢，就是送对吧？红润，那小罗老专用。OK OK 对。对对，要天雅，要铁板都可以用。啊，对对对，吃好入坑了，吃好入坑了。谢谢。第一把送出去。第一把，还有四把，各位。快，大家赶快中鱼啊！还要回答这么难的问题？你打，我都会打。哦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啦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可以，萨米基也可以啊，各位！终于了！好，那把带着鱼到我们的后面找我们的查米。那今天的话一样，我们都是送对吧 ？Red Knife。对，OK， 我只超过三个我就不会了，超过三个就不会了，所以就给他们。我要答什么问题 ？OK， 一样，你都说我们是我们粉丝了，就钓大钓鱼霸的题目好了。我们的第一次钓鱼，第一次上片是在四月三十，几年？去年2019。可以，可以，钓鱼霸。好，可以，耶！好，我心甘情愿。拼了，各位，剩三把了。情侣啊，加油！我看好你们啊，情侣啊，加油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还有三把，你各位认真点啊！貌似有，什么是貌似？貌似，貌似。要收到。我找到，我没有钓到，钓到，钓到了，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有，加油，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。好像有啊，有，有，等一下，先别紧张，还没起来都不算。是吗？是吗？有有有有，看到了，有，可以。哇！哇！查米哥，这进来了，对吧？进来。好，麻烦到我们的后面。唯一的女星终于了。唯一的女星，我的小朋友赢了，我小孩子也终于了。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这边排队。哇！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场钓鱼霸有个情侣档，非常可爱。对，那终于了，那现在开始打问题喽。好，开始打问题喽。好，比较简单一点好。我们今天乘坐的船只，船的名字叫什么就可以了。
168，跟着168，没有错，就是168，让你一路发，干死色，好鬼。还有个，有你是最后一个，哇，有我也有了，靠，你忙问问题喽，好，那我们给你一个比较简单一点，知道全台湾最大的连锁钓具店是的名称吗？贵，你怎么知道？有趣哈、哦，强迫有趣啊！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的是杆子来，小小钓手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的爱的钢琴手，钓鱼，那钢琴老师，OK， 他是我们的钢琴老师。那你呢？因为是最后一个，所以给你难一滴滴的，难一滴，对，因为剩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对，请告诉我，龙眼、梨子。还有茶蜜在小搞搞分别使用杆子的名称。哇，好难！太刀游戏，太刀游戏。Red Knight，OK， 黑钻 ，OK， 还没结束。对，长度以及钓具。没有啦。OK， 恭喜！最后一次杆子。哇，恭喜！这个最过分了，这个要是我不叫他，他还在里面，你们睡觉，一醒来就拿杆子，可以。今天我们搭乘的是公主号168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船上有一位最美丽的，我们的算是我们班长，这位，怎么称呼他？公主阿美，哇，阿美，还有两个字，公主。多阿美公主，对，完美，厉害，可以，好，恭喜你，谢谢。哎呦，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问题有点难？有点，真的很难哦。我告诉你，接下来更难了。请问船长的名字是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是船上应该只有没有人知道吧？好，请问你现在钓这条鱼叫什么名字？可以，白大鱼，可以。好，恭喜，谢谢。没了。可以再来。这个用的不一样哦。哦，这个是这个破掉的哦。还在勾这个，好费力，厉害。好，我想一下哦。可以，这个喜欢。谢谢。还有人赞助我们蛋糕，所以呢，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同乐，然后唱个生日快乐歌，然后希望能祝福我们钓鱼吧 ，OK 吗 ？OK 吗，各位？好，请阿英，请，三、二、一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